另外呢，这个上海银监局暂停了银行与链家等的合作，那么上海六家地产中介按揭贷款业务被暂停。就此消息呢，我们来听一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罗涛给我们发来的深入的报道。罗涛，请。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一个政策，其实是对于之前政策的一个延续。我们知道，就是从上海325新政过后，然后就已经开始有一个要严打中介的一个局势。然后之前呢，我们对于中介行业也进行过一些处罚，像上周是住建委，还有就是工商局，然后他们也对中介行业的一些虚假房价呀进行一个处罚。而这一周银监局的这一个规定，应该来说是整个对于中介行业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延续，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起到一个行业的规范的一个作用。然后，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上述六家中介而言，应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啊。其实非常巧的是，昨天晚上我就有朋友啊，正好就是在上述六家的某一家中介进行了购房，然后他也非常焦躁的来问我能不能未来办理房贷业务。然后，这个如果按照他的情况的话，就是这未来的一个月是不能办理的。其实如果说对于一个购房者而言，他不能够在这个中介里面办理房贷业务的话，他可能在未来一个月就会选择不在这上述六家中介里面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对他们的业务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一个行业面来看的话，应该来说是整个行业几乎每一家中介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类似的问题。银监局的这一个查处呢，可能针对的是一些典型中介，但是它无疑是对于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也就是告诉这个行业，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一个房地产金融的一个安全以及我们的一个行业规范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执行，否则的话，可能每一家中介都会面临上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被暂停的话，可能对于你的整个业务量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其实短期来说可能会影响一些市场上的一些购房者的一些购买情况啊，也会影响到中介的一些正常的运作。但是长期而言，它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对于未来购房者能够真正安全地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和整个中国的一个金融秩序是有非常有利的。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内容，谢谢主持人。好，谢谢。